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风光明媚，好天气，好，我们一起来上班去。好，这个有押韵啊。那明天呢是这个5月1号劳动节，今天的话是4月的最后一天。那我们就好好上班，明天就可以休天假。明天的话呢是真正的休假，好，因为小朋友呢是要去上课的，好，所以呢就可以一个人好好的休息了。好，那明天休息的话呢，当然就是要去吃 NU Pasta。来，我们打个卡。哦，啊，其实不吃 NU Pasta， 吃天地也可以，因为天地的话呢，最近有上这个新品，啊，是那个麻辣系列的，然后双主餐，啊，听说那个摆盘是效果非常好，非常好看，啊，各位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就专心上班吧，拜拜。